你看，在这些石壁的旁边啊，有很多的孔，有些门呢是堵上的，还有一些呢，则是把里面的石头啊堵了起来，不让人进去。不知道这些小孔是当年盗墓者盗墓的地方呢，还是说这是一种暗道呢？你看这里就有一个。看进去啊，里面特别的深，现在已经全部都是一些塑料袋和垃圾了，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这个岩石的旁边啊，有很多这种小孔，你看，特别的深，看一下里面。包括这里，也已经都堵上了。Is this tomb? Really? Wow, 这真是 tomb. Is there mummy inside? Yes, this way. The mummy inside? Yes. Really? Wow, 这位先生说这里面啊还有木乃伊。Really? Can I see it? Yes, okay. Okay, thank you. 这个先生说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真是法老的墓室探险啊！稍等一下，看嘛，非常的狭窄。哇，看，这是墓室里面啊，现在很多的垃圾啊！他说这里面能看到妈咪，就木乃伊，但没看到木乃伊呢。这就是以前啊，在法老或者说是木乃伊所应该是休息的地方吧。这里面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但是你看，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石块，上面有一些古埃及语，我是看不太懂了。上面有一条很大的缝。在那个墓室里面，走，先出去了。哇，特别的窄啊！这就知道了有多么的狭窄。哇，出来了！曾经的木乃伊的棺室啊，就这样的，它就在这个巨大的金字塔的旁边。带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哇哦，这个是被堵住的，同样啊特别的深，我估计得有20几米吧，但是都没有木乃伊了。这里还有一个。哇 ，OK OK， yeah yeah， 这先生说让我不要录他， yeah， 看这些都是墓室。都是关上的，这边还有非常的多，你看这些，全部都是曾经的木乃伊的棺木，看这被堵上了，这有很多巨大的石块，你看这些石块啊，全部都是从哈夫拉金字塔掉落下来的，这铁门全部都是锁上的，也没法进去。因为每隔几米啊，
就有一些警察守在这里，你根本很难行动。你看这里呢，它没有堵门的，就是用了一块很大的石头啊，把它堵上的。但人是可以进去的。哇，里面还有蝙蝠。看，哎，我这电筒好像没电了。往前走下。这都是用石头堵上的，里面好像都没有木乃伊。还好这个警察今天带我来看了这个墓室，虽然什么都没看到，但是也真正的来到了埃及的金字塔，亲眼目睹了当年的木乃伊的墓室吧。巨大的岩石层啊，这木乃伊就一个一个的都分布在这岩壁的旁边，而且在我的旁边呢，就是巨大的哈夫拉金字塔了。院子上面还有神秘的一些文字，不过显然我是看不懂的。胡金字塔旁边的一些比较小的金字塔，而这一座看上去又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其他周围的那些也就是在那个几乎都坍塌了，这个呢你看上面的顶都没了。哇，这路不太好走啊，下面这里有很深的一个坑，一直啊通过去。你说那边是一个墓道的话呢，打到那个地方以后好像也就停止住了，所以现在就形成了一个坑。这应该是进入墓室的区域吧。里面是很长的一个阶梯，直通地底吧。不过现在门是堵上的，不知道是哪一个法老，或者说是哪一个皇室成员的墓室。穿梭在两个小型的金字塔的中间啊，你看，这里就是胡夫金字塔，真的显得非常的壮观。刚才在胡夫金字塔的墓室里面，工作人员不仅是想要钱，而且连我的手电筒啊都还想要。这里有一个欧式的立柱，挺高的，大概有4-5米，现在就只剩这一个了，周围的这些全部都已经垮塌或者说是被破坏了。哇，这里又有一个特别大的深井啊，应该得有4米左右。你看那个地方还打了一个盗洞，不过应该是打偏了。到处都是这种竖井，而且这一个啊，你看，在那个地方好像还有一个墓道吧，可以进去。烈日底下，我的一瓶大的那个矿泉水，再加两瓶小的，全部都已经喝完了。现在背包里面没有水了，你知道吗？在一个沙漠里面没有水，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口干舌燥 ？No。渴起来了以后，会带动啊整个人大脑变得晕乎乎的，而且每走一步就会很吃力，越来越艰难，然后再慢慢的变成这个眼睛开始出现有一些模糊吧，或者说看到一些幻影。今晚上跟大家表演一下一口气能喝多少的水，一定做一个这样的表演。哇哦，嘿，哇哦，你看这个墓室里面啊，
完全是深不见底啊，这是真的深不见底了。我给大家转过来看一下，稍等一下，我得调整一下这曝光的参数，看到了吗？哎，这里面估计得有20米深，20米啊！哎呦，这怎么打下去的？哎呦，手都已经拿不稳了。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调整一下。哎，我这个人都已经麻木了。哎，好吧，我得先回去喝点水了，要不一会儿真的完蛋了。明天我们再继续。下面都是非常大的一些盗洞吧，走。哇，这滑下去的话，那可真的是完蛋了。哇，我现在总算是从金字塔回来了。哎，你看我的脸，现在已经是，哎呀，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已经被热麻了。哎呦，眼睛特别的痛啊，而且还在充血。刚才我在下面已经作弊了，本来说是回来以后给大家表演喝水，看能喝多少。哎呀，我刚才在下面已经是渴得不行了，所以就看到楼下呢有那种人在推着那小车啊，卖那种像是酸梅汁一样的那东西吧，一人呢就给一个袋子。就这个东西，我要了一个10埃镑。哇，从金字塔出来以后啊，这特别的热啊，我得在前面去买一点水。你看，这里有个老先生啊，他推了一个小车，车上面感觉有很多的这种饮料一样东西。Hello，Hi， What's this？This is Dumb Late. What's that? Yeah. Yes. Metro. Dumb Late.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 Dumb Late. Do you have lemon? Hey, do you have a lemon water? Yes, drink. Drink. Yes, yes. How much? £10. No problem. £10? Yes, no problem, my friend. Yes. 哇，就直接是一个塑料袋呀，然后装上了一个这种，你看吸管，啊，这就给我了。看上去是4个，但是呢，就只有这一种口味，不知道什么叫的的浪，我也说不出来啊。就这样。Yeah. Is this water? Yes, drink. Drunk. Okay.Chicken Benny. Hey, come here and the chicken Benny. Hey, this way. Give luck. Hello, Metro, what's that? 他们好像叫我去做什么。Hello, Metro, Hey, and chicken Benny. Chicken Benny. 他说这是什么鸡肉块之类的吧 ？What's this? No. Benny. No. Thank you. I know. Thank you. All right. 他给了我一个。这样东西啊，好像有些人像那种油炸的什么东西，我试一下。啊，就是油炸的，里面可能是什么什么肉块或鸡肉块之类的吧，就有点像那种里脊肉之类的。哦，但是太渴了。哇。啊 ，it's good. Okay, no, thank you. That's it. Thank you.Thank you. No. Thank you. 好，我快走了。他们还想送给我，我估计再送的话，就没有好事情要发生了。哇，先回酒店吧。你看，买的这个饮料啊，其实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酸梅汁吧。马马虎虎，也不是特别的冰凉。哇，太渴了，好，回酒店。哎，所以现在我算是有些作弊，已经喝过水了，但其他水我还没喝。那我还是实现我的承诺，刚才在超市买了3瓶这个水，那现在我打开以后给大家看一下，一口气能喝多少。这一瓶水是1.5升的。不是特别的冰，这眼泪啊，
这个汗啊就一直流在眼睛里面，哇，特别的痛，哎呀，就像不停的在流泪一样，哎呀，他们这边的水喝上去有一种就是自来水一样的味道，所以也许昨天喝到的那个水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吧。哎 Charles、嗯、不得了啊，太热了。一半左右吧，750毫升。过一会儿就想喝一口，过一会儿就想喝一口。好吧，今天这样，那我们改天见，拜。